王子文，34岁的王子文，官方身高是159厘米，这个身高也得到了他本人的亲口认证。159厘米的个头，让他在各大影视剧中几乎都是最娇小的一位，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剧中散发魅力。无论是《欢乐颂》中的曲筱绡，还是《晴雅集》中的公主，都是美貌与气场并存，丝毫不受个头干扰。王子文身材比例不错，加上穿搭有范，即便在台前也不落下风，生徒状态下依然气质不俗。郭采洁和王子文一样，郭采洁也是小个子女星中的一员，但同样拥有超大的气场。你很难想象郭敬明选择一位个子158厘米的女星去出演《小时代》中的顾里。郭采洁的飒气穿搭和她的发型也不无关系，虽然长相甜美俏丽，但她多以短发示人，是圈内少有的能驾驭好短发的女星。鞠婧祎在剧组被抓拍时，她一身粉丝纱裙套装，颜值一如剧中美艳，但身形确实过于娇小，看上去有种邻家智女的既视感。鞠婧祎从出道伊始就备受争议，关于她的头衔、妆容都是网友争议的焦点，但她似乎从未回应过相关的一切，只是一边马不停蹄的拍戏，一边在默默变美的路上。如今27岁的鞠婧祎已成为炙手可热的90花，这和她的外形密不可分，和她的努力也不无关系。